众所周知，某人是嫁到中国的日本女婿。那现在觉得这个日本女婿怎么样呢？现在？现在还不错，也不管事儿。就是说没矛盾，我们发火也好，讲也好，啊，你就像没弱，我不知道。然后呢，没脾气，不管事儿。今天，梁叔拜访了一位和自己情况相似，与中国公婆同住的日本女生。知道跟托尼结婚的话，就要跟他父母住一起。哎呀，结婚之前已经对结婚之前已经开始住了，一起住了。对，这个很惊讶的呀。结婚真的，ほんまに困難なんですか中国は。いや、わかんない。なんか普通にもあみんな一緒に住むでみたいな感じ始めて、え、そうなんやって。それは多分每个家庭不一样嘛。你接受度挺高的。现在他们连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有点烦。啊，是吗？对啊，所以跟自己婆婆住在一起的话，更那个什么。那我挺厉害的吧？挺厉害。もう俺も一緒に住んでます。その義理の父の母と一緒に住んでますけど、全然俺は全然 OK、むしろ一緒に住みたい。え、そうなんや。だって俺ご飯作りたくないもん、俺も。今家に帰ればもう作って待っててくれるから、ご飯。一緒に住んでも別々に。私別々に住みたいな。なんかやっぱ西段的距離は必要と思ってる。我去给他母乳啦，对不对？部屋に行っても普通にバンって入ってきて、おっぱい飲んでんのかみたいな。你在亲奶奶吗？みたいな。这个婆媳关系是全世界一样的。嗯。でも別々に住んだらさ、ご飯とかさ自分でやらんとあかん。手伝いだけ欲しい。ご飯だけ作ってほしい。あかんよね。他是为何来到中国，并在这里成家？与中国公婆的日常相处中，还有哪些故事呢？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大家好，你哋识做饭没？我听懂了。听懂了吗？勉勉强强。你看，听懂了，你听懂了吗？听不懂吧？我会讲粤语。我今天来到了广州，然后呢，今天的主人公是日本人的演员，他演过这个电影、那个电影，我不知道。贴一下吧，没有拍过，住在中国的日本女生的演员。我只拍过浩二。今天节目组前来拜访的主人公叫 Moco， 据说是我住的铁粉。原本三年前就联系上准备拍摄，可由于疫情一直没有能完成。三年后的今天，他的生活又有哪些新变化呢？こんにちは。你好。勝手に入ってるみたいな。这是你吗？あ、そう。それ最近北京の取材受けた。全然違うから分かんないよ。全然違うんですよ。めっちゃ下げりました。相当。しかもそれユンフジャオでほんまお腹出てる写真な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削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でも出てるんや。出てる。言われてみれば。中になんか取材してもらいます。最初的企划是想要拍摄在中国奋斗的日本女演员的故事，可是三年后，母口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仅结婚有了家庭，还成为了母亲。こうしてもうちょっと二三年後ででもいいかな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トニーのお母さんが毎日催がやばくて、我们中国人一般结了婚了就要赶快要有小孩。对吧？哎，都是这样，天天催是吧？天天早上起来，妈妈问我，你肚子动静了没有？最初なんか月经来了没有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よ。でもそうじゃなくて、ほんまに早くバオスンズみたいな。
好开心的呀。嬉しい。もうめっちゃ嬉しいみたい、ほんまに。まあ嬉しいんだろうね。そんな可愛いんかな、スンズって。わからん、その感覚が。それはわからないよね、俺もわかんないけど。把孩子暂时交给公婆照顾， Moco 终于可以坐下来和节目组聊聊了。なんかこの感じ、なんや、見たことあるこの感じみたいな。これよく見てたと思って。はい、もうそのままです。そのままです。どれぐらいいるんですか、中国？今？4年。4年？はい。来たらコロナが始まって、でその時はあの不動産の会社で。え、じゃあ日本にいた時は何してたの？日本にいた時はなんかアパレルショップで服、そうなの？服売ったり。うん、あ、じゃあ俳優をやってたわけじゃない？じゃあ全然。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跟猫哥讲。你们俩怎么认识？我跟猫哥讲是当时。你们那个日本的那个 Hitachi 日立电梯，这个广告，需要日建，打电话给我吧，因为我2017年当时我们拍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剧叫《邓丽君》，他知道那戏用了很多女工进，他知道我认识很多这个日籍演员。热情的 Tony 给节目组分享了丰富的细节，后期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这段省流量版。总而言之，他们是通过一次日本广告拍摄而相识。日立のやつがきっかけで俳優を始めたって。そうです。そういう感じなんだ。はい。当时猫哥讲，我说了你们这个住在这里旅游，我还跟我们助理说，我说这个，来采访，给智子的一个，他们应该他们知道你，就那辆，就给你拍那个啊，对那个。よく喋る。よく喋るね。止まらんね。本当よく喋る人だね。但是搞错。ごめんね、言い方問題ある。据说。Tony 一直在剧组做演员副导演的工作。两人相识后， Tony 对 Moco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在交往了一年多后，于2022年结婚，并在今年二月生下了女儿春姬。Tony 和付き合った時にね、我有车，我有房子みたいな言われたんです。はあなんですよ。どうでもいい。はい。まだ付き合ったばっかりなのに。付き合ったばっかり。何なのこの人。でそれで家に来たら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も一緒にいて。セットで。セットで一緒にいて。ここってこと？うん。ここに。で今に至ります。今に至る。どこが気に入ったの？めっちゃ優しいんですよ。ぷやぷやぷやファイン。どこが気に入ったの？優しいの。優しい、わかりました。私は日本語できる。Moco 告诉节目组，为了照顾宝宝，他暂停了演员的工作和其他娱乐生活。近期唯一的出行计划就是月子中心和医院。哦，行了，我们直接过去就行，是吧？那你大概几点钟回来？非常驻足的感觉。驻足的。哦，行，那我们就到时候我找小薇呗，找你管家就行呗，是吧？太好了，拜拜，谢谢。没问题 ，OK 了。他店长都说啊，欢迎。不知道他认识不？我看过他的片子。好快，行动力贼快。月子中心有多远？我跟你说，你过来看。不用了。走过去都。いや、慣れました。慣れた。最初はうるさすぎて、聞けなかったの。まあそうだろうね。这个我觉得是要热情一点吧。我知道，知道，知道。你说来好了，不跟人说，哎，走，这给你感觉很尴尬。Tony 的热情让节目组有些招架不住。据说常年在剧组迅速协调各种复杂工作的生活，让 Tony 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等一下，我去找一下。这个门一出去。一看就是那种解决问题的类型的人，对对对对，发生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的那种。跑得太快了，去哪里我都不知道。15分钟后，找到人了吗？啊，没有，还没有。谢谢阿叔，谢谢。什么都能解决，在现场解决。很中国人，特别中国人。这天晚上，
他们约了另一对关系很好的中日夫妻朋友一起吃饭。吃到一半， Moco 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拜拜。まだそういう段階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難しい。どうですね。でもトニーさん、本当にいいご主人。いや、トニーさん、本当にいいご主人。一脸迷茫。好老公。非常好的老公。真的。トニーさんとトモコも吵，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吵架。那肯定有啊，文化嘛，出去吃东西。日本女孩子比较独立嘛，她就说今天你请我了，下次我请你，不要每次都是你客费。哎，完了就我礼尚往来，但给我的一个月过去了，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你对这份感情不真诚，跟你好不好以后还不一定，但我不想占你太多的便宜，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当时我是这么想，我就觉得这样搞，猫哥讲是一个对感情不负不认真的女孩。其实我跟东哥长的那个想法是差不多一样，就是你们的文化其实不是我们想的呀。是的，这就是文化不叫冲突误会吗？是的，是的。静下来之后，我想了一下，最后查了一下百度上就是日本女孩的这些文化，我真查了，你知道吧 ？Really I'm seriously， 你知道吧？我真查了，你知道吧？完了之后，原来这么一回事，我主动给猫哥讲道歉的，是吧？嗯，因为就是真跟他生气了，我真生气了，真生气了，吵得很厉害那种，对。经过一天的拍摄，节目组充分感受到托尼在 Moco 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能了解 Moco 在这之前的生活，第二天节目组和他单独约在了咖啡馆见面。哦，来了 ，Hello， 他为了拍 ，Hello， 带孩子了，辛苦，こんにちは。ずっとこのインタビューされることをめっちゃなんか妄想してて、もう来はったら一緒にダンスして山登りしてみたいなめっちゃ考えてたんですよ。めっちゃ妄想してる。そう、めっちゃ妄想してたんです、あの2年前から。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よ今回。はい。めっちゃ握ってきてる。ヤンシューって会いにーって。赤ちゃん生まれる前に何回か来て、なんか在中国怀孕的时候不能吃冰的嘛，就那个想吃冰淇淋，但是家里不能放冰淇淋，因为被发现就不太好嘛，所以我就偷偷来这的。虽然和公婆同住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但是有一次那个长津湖拍摄去了半年都没回去的时候。就回来的时候我就哭了，看到爸爸妈妈就哭了，就很想见他们。但现在天天在一起就烦。对，因为他们应该他真的把你当做一个自己的女儿。嗯，对，我爸妈也是，他把我当做真的儿子的感觉。嗯，这个日本的话没有，很少，很少，基本没有，做不到。なんで广州行きたの？なんかなんとなく自分は日本人の人とは多分付き合ったりせえへんやろなとは思ってました。多分外国の人と一緒になんのかなって自分では思ってて。思ってたんだ。思ってました。このなんか頑張って勉強した中国語を使ってなんか好きなことで働きたいと思って、なんか广州听说吃的好吃，是，然后天气比较热。我就喜欢这个夏天的感觉，然后就决定来这。聊到最后，亮叔才突然想起，还没有看过 Moco 出演的作品。これ最初の日立。日立。你尴尬。这么久。笑えるでしょ？え？でしょ？
ひどいよこれ。ちょっとひどくないですかこれ。これ太浪浪太浪でもこれでいいらしいです。これでいいの？これでいいらしいんです。俺絶対 OK しないよこれ。日本に行って普通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もなんかこっちに来たら急に俳優みたいなのとかやったりしてるから、その変化になんかみんなやばいみたいななってやばいですよね。やばい。でもなんか演技なんてしたことないんで、いつもトニーになんか教えてもらってる。これから頑張ります。何調剤チャーリーがいいよ。そうじゃん。うわこれ来た。来た。来た。ジャーティンバ。还有一个是我在这里就很多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条件。俳優としての生活とか、日本じゃ味わえないことばっかり。だから私ここに住んでます。わかりました。頑張って腕上げます。はい。頑張ってください。次は見せた時に、え、これいいやんって。そうっすね。言ってもらえる時あんのかな。バイバイ。多分ここで映像がタラララララってあの流れる。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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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れると思うよ。はい、と思う。泣いて泣いて。無理無理。演技で演技で泣いて。バイバイ。モコちゃん真的性格很好。很天真。就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做演员不可能那么简单。估计那个她的老公，相当对她好吧。这挺好的嘛，很幸福嘛，挺好的。哎呦，好怀念。Hello。哦，嘿。满足他的大词典格。这个满足就是，在中国来说就是个皇帝，是贵族，贵族的。あ、恵子さん。サプライズゲストみたいな。じゃあ明日？うん。明後日。明後日。我真的你跟着我走吗？我们宿舍都说考研之后把道友老师打晕了带走。到了很多年，你觉得还会工作吗？我现在就想退休。还要想再工作多少年？我想工作的话，我一直想工作。不信这个工作也行。